近嚟马尔代夫真系开咗好多新 resort 啊，好似呢间喺六月先至开幕嘅新酒店，就绝对系记者心目中 CP 值最高、最抵玩嘅选择。即刻同大家睇下有咩抵赞位啦！呢间全新嘅 resort 同同一集团嘅另一间 resort 都系喺同一个环礁，两者以一条一公里长嘅木桥连接，住客可以自由咁享用两边嘅设施同埋餐厅，选择好多。即使住四五日都唔怕闷亲啊！至于 model 就最中意新 resort 入边42米长嘅 infinity pool， 配埋马代咁靓嘅海天一色，现场睇真系靓到哇哇声噶！我哋拍摄嗰阵仲要冇咩游客，可以霸晒成个泳池影相。玩完之后就讲下食啦，呢度一共有5间餐厅酒吧，主餐厅提供自助早午晚三餐。选择得丰富噶，亦有广东菜餐厅提供午餐同埋晚餐。至于泳池餐厅就可以食到 tapas， 住客更加可以免费去无人岛午餐。我哋去无人岛啦！因为 resort 有限制同一时段登岛嘅人数，每次都唔会有超过10组客，所以可以好宁静咁慢慢叹啊！嗱，啱啱咧就 check in 完啦，呢一间咧就系我嘅 Deluxe Lagoon Pool Villa 啦，出边咧仲有个 private pool 添。简单而平实嘅装潢，舒服好住。最重要嘅系价钱唔贵啊，仲要所有房型都设有私人泳池，即使唔住水上屋，住沙滩屋都一样咁好 feel 啊！情侣嚟嘅咧就住我间房啦，如果一家大细嚟嘅话咧，一定要住呢间大房啦。至于 resort 所在嘅环礁，号称全球最大最深，海洋生态自然够晒丰富。我哋真系好好彩啊！头先咧一出到房门口咧，就见到 baby shark， 同埋嗰度有3只大嘅魔鬼鱼啊！